哈喽哈，这是前面喵咪大战真时间啦，哎，那今天晚上九点的话呢，会有我们的这个观众投稿系列啦，今天也是个狠人投稿，好不好？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哦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干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我们登录的时候，我们期待已久、超级无敌、超级无敌久的胜利军终于要来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天草四郎本人啦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手气，看一下能不能，好不好？抽到我们的天草四郎，好不好？因为最近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妖仙女莉莉跟我们就是看就是举牌人啦，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，但是也还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么的轻松的超级碾压啦。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有这个天草四郎的话，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机会哦，可以打出一些好的成绩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天草四郎顺利的抵达我们的家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就来十连抽给他拼起来啦。目前来说是有超级必中的，那就希望可以必中到我们的天草四郎。我们今天先四个手气十连抽看看，十连抽 ，Go Go Go！ 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哎呦，有亮晶晶的哦，废话，因为已经有必中嘛，希望是可以中多一只一点的啊。第一只踩高跷猫猫没有问题，再下一只哦。是我们的金川议员呐、啊，啊，是我们的议员呐、啊，我一直以为我们要中了，就是金川议员朋友，没问题。第三只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举重猫猫，最近图鉴有介绍到它哦，这个还算是不错用的一只打黑敌的角色。再下一只，啊，速解猫，这是打我们这个不死敌人的哦。希望天草四郎降临，没有，居然是我们的弓箭手猫猫，没有问题。再下一只。是我们的速剪猫猫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下一只，下一只，希望希望暖桌猫登场啦，好不好？暖桌猫，来来来，下面一位，麦卡利，好，没有问题，麦卡利来了，有没有？拜托，来一个，好不好？天草四郎。哇，这是我们的班长猫，最近才知道他的秘密，因为他超喜欢，超级喜欢吃冰淇淋的，有够可爱。下一只。摇滚猫拉面王，下一只应该就是必中了。拜托，给我天草四郎！哇靠，两只金川议员，难呢、欸！要求要求，怎么又是金川议员呐、啊？啊，不是，好恐怖啊！这边的话，目前来说1052啦。我们这边好啦，氪点小金，买点钱包好了。罐头在应援中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啊、喔。360元组 ,890 元组，这边1100，好不好？那这边应该就是不然我们就先把前面这两个买起来好了，360加150的，然后抽抽看啦，20抽 ,22 抽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把天草市场带回家啊，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，那啊，再说吧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可以啦，应该是不会太难吧。哦，买了，然后这边也买一下，这个150块。它是130欸，所以这是比较，就是这边应该是别种价格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边130跟360都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看看哈。好，这边1612，直接再一次十连抽 ，Go Go Go！拜托了，天草四郎啊，这是我们的僧女猫猫，没有问题。再下一只，又是僧女猫猫，斗牛士猫猫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只，再下一只是我们的僧女猫猫，可以。下一只，魔剑士哥哥啊啊，魔剑士哥哥，魔鸡魔鸡，再下一只。是我们的超能力猫猫，没有问题。在我们的下面一只，感觉上刚刚那场好像比较好一点点。刚刚有两只那个超级猫猫，对不对？要求好像有点小尴尬，没关系，再一只，求求你了。这是我们的海贼猫猫，很有问题了，很有问题了。这应该最后一只保底啊，应该是最后一只保底。来，下面一位举重猫，
没关系，就算最后一只保底，我也希望能够中我那个没有的天草四郎，好不好？下一只，好，这是我们的阴阳师猫猫，没有问题，很有问题。居居思密达，下一只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怎么都是他、啊？不是，他已经连来三只了，然后再来是前田庆次、欸，哎，哎呦喂啊，天哪、啊！哦，抽不到，抽不到，抽不到，那有点小尴尬哎。但是22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不好？目前还有两天，我们再看一下这几天要不要再看一下，要不要把它抽出来？有点难抽哎，我说真的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先贡献了22抽了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大礼包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在那个再把它们就是直接抽出来好不好？这边。再努力的去凑一下罐头吧，只能这样子了，好扯哦，好扯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今天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要看一下能不能打一下我们的魔界篇。这边是魔界火山，还有纽约，这不是都是历届我没打赢的关卡吗？哇，历届我没打赢的关卡来了耶，我看一下哦。我觉得魔界火山跟纽约，我再冲一点等级好了，好不好？阿根廷跟马丘比丘，我们先打个阿根廷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点恐怖，有点恐怖。我觉得要等我的天草四郎出来之后，我再去打一波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、欸、我好需要天草四郎哦。来，阿根廷这边是我们的恶魔族的小敌人跟三人众的这个巫师哦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来打烂，打烂打烂，然后这边右兽加哦，没有问题。反正目前来说，我们等级也算是往上提升了不少了哦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只要再来一只天草四郎啊，我们一定可以那个黑皮黑皮了，好不好？一定可以黑皮到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只是不是那个我们昨天的那个菱角脸哥的那个的关卡、啊？好像是哎、欸，这是不是菱角脸哥的关卡？白痴，我们昨天才打过，我就忘记我打过了。啊要死我！啊要！我们要出去换那个抗波动的了，好不好？昨天才战败的阿根廷，我今天就忘记了。完蛋了，我的记忆真的是非常好呢哦。好，没关系，这边的话，这关有办法治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波动角色带抗波动角色带多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个拿下来，机器猫，然后零号机，应该就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不过就是个小粘珠，那么的嚣张是吗？我看你能再多嚣张，哎、欸，看你能再多嚣张。反正后来的话会有那个脸哥啦，好不好？菱角脸哥啊、嗯，来。零号机带出来，然后小熊可以下去休息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开个 Max 给他们，好不好？ Max 给你啦，阿根廷。Last go go go， 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来看看，来看看，这边前面的话就是会有那个可怕的那个小山猪，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先来把那个把经济给拉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先把经济拉起来了。经济拉起来，然后机械猫跟那个零号机赶快出来，应该就更好一点点的。因为我们这边那个菱角脸哥啊，他也是会用那个波动的哦，波动的尽量要好好的扛住一下，应该是 OK 的吧？求你啦，不要打烂呢、欸！我觉得这个猪猪真的蛮恶心的，别再恶心了，猪猪哦，一下就死了，没问题。然后零号机，然后也是还是要继续出一下章鱼狐猫哦，不然还是会很危险哦。来，出给他出起来！哎、欸，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菱角脸哥是吧？欢迎光临菱角脸哥！哇，哎、欸，直接被打烂呢、欸，妖修！哇，好险，我们这边 OK。他应该还是会一直出啊，所以这边我们的这个抗波动阵型要小心一点点。好，真的一直出一直出哎、欸，妖仙女妖仙女，波动一下。把这个猪猪给打烂！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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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虽然加了很多抗波动了，但是还是很危险呢。我觉得那个猪猪太危险了，这个猪猪真的太危险了，这样太危险！哎、欸，猪猪别再闹了！哎、欸，这个好恶心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哈哈，要被猪猪打爆了啦，白痴哦，猪！这猪也太恶了吧！我们再把所有能够抗波动的都拿出来了，不管了，来出音给他，
拿出来，所有能抗波动的我们就带了，好不好？都带了，我们看一下你还能够再多嚣张，然后其他的那个，他那个什么，他血量应该也是没有很高的哦。来，初音叫出来，东京初音七岁岁下来，然后这边我们带一下那个打白色敌人的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还没叫他出来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叫他出来了，就是你了，影黑达太喵。来看一下啊 ，Max， 来，今天阿根廷好不好？打不过的话呢，我们就下次再打，我们就下次再打啦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来，没事没事，各位，没事没事，有机会的哈，有机会的哈，修度也丢了，好不好？这边赶快把这个章鱼狐猫给它弄起来，章鱼猫，然后零号机，好恐怖哦！我真的觉得这个小敌人一族好恐怖哦，这个猪也很恶心哎，说真的，这猪的伤害感觉也是非同小可。你看，懂一下，我们那个就快爆了，要求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先不要那么快过去好了，先存多一点钱，好不好？存多一点钱。刚刚那边可能太快过去了。刷点 CD。好。影黑七影杰七 A 达太喵登场，刷爆他，注意他，赶快把那个黑色敌人刷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看我们黑杰了，拜托了黑杰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初一，章鱼狐猫继续出，哇，这个波动暂停也是挺麻烦的。来打烂打烂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黑杰完全没问题呐。剩下这个脸哥。哇，这个这个一咬我们直接爆开要求。我觉得有人犯规啊，各位，有人犯规，救命，有人犯规啊，哎呀哎呀，加油啊黑姐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nice， 可以可以，我们看起来目前的这个波动是够的哦，三十等，我要三十等，一般猫咪的正常等级。还我三只的，而且初音这边表现还不错哦，初音 nice， 好，初音他讲完他就挂了，哈哈哈哈 ，no， 初音 no， 哇，要求要求，要先存钱叫第二波了，哦，这边有属性的敌人也是顶反的，没那么好打哎，要求要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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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轰死 nice， 干得好。来来来来，继续轰，继续轰，继续轰！我们有机会，再来是我们的影杰漆黑大太喵！哈哈哈！对，这个虽然是打一般性敌人的，但这边只要那个熊那个什么、啊，那个猪不要一直出来就好，好像没了，好像没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撑住就是我们的了，各位，撑住就是我们的了，顺利了，顺利了，好不好？顺利了，顺利了，顺利啦，可以啦 ，nice nice。加油加油，喷起来喷起来。好、哦、这边的话没有再出那个波动扫三柱的话就没事了。Nice! 好、哦、阿根廷今天终于是解决了。没有天草四郎但是我们解决了，还行还行哦。但最近的话基本上会想办法看要不要把那个天草四郎抽出来了。那目前来说大家也没有使用过它了呢，如果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话也赶快在下面留言跟这边分享一下，我一定就是把它抽好抽满抽到爆，好不好？一定的一定的，既然现在有超低币重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抽出来，但是我现在要想办法看一下罐头要去哪里拿，现在要拿罐头好像有点辛苦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今天的话呢，主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天草四郎登板啦。大家有没有抽呢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抽到啊，或是花了多少抽呢？或是你们觉得这次早上好不好用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们分享一下喽。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喜品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。